位于台中市大墩路的春水堂，每天都会有无数的顾客进门找茶。因为春水堂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饮茶文化，把区域性的茶水变成了契合季节、多元口味的时尚饮料。1983年，春水堂首度用调酒器调泡出了第一杯泡沫红茶，开启了台湾冷饮茶的历史。1987年，春水堂史无前例地把地方小吃树薯粉圆加入了调味的奶茶，创造出了珍珠奶茶，风靡了全台。春水堂带动了冷饮茶旋风从台湾吹向世界。25年来，一年开一家分店，每年花2000万打造新的茶空间，来卖一杯40块钱的现代茶饮料。品质是最好的一个口碑，我们把品质定为40分，环境30分，服务30分，加起来是100分。对品质的严格把关，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。刘汉界不做短利的生意，而用平均37个月的回收时间来慢慢地培养顾客和员工，让他们接受并且享受新的茶文化。顾客第二，员工第一，把员工摆在第一线，那么才能够服务我们的客人。要顾客至上的话，也要员工先至上，员工先有主人的想法，员工先有主人的程度，有主人所受的一个经验。春水堂革命性的创意让台湾茶的滋味风靡华人，全球陶醉。